着问妈妈，兔子的家在哪里啊？妈妈笑着回答，月亮是独自向上的故乡。小孩子问妈妈，兔子先生咋不回家？妈妈笑着回答，流浪是独自向上的特长。小孩子嘟着嘴说，独自向上怎么不听话？独自公公，独自婆婆，会想念他，会担心的。小好小好轻声说，啊独自向上，请你快回家，最爱你的爸爸妈妈在那员工盼望你啊。兔子先生笑着说，啊小好小好，我也会想家，但渺小的我流浪的步伐还没法定下。小孩，请你快回家。